如果你是雅虎奇摩的部落格使用者，你应该会有看到过这则新闻：雅虎奇摩部落格将于2013年12月26日终止服务。2013年9月2日起，停止新用户的申请，提供备份下载、搬家、回报新网址。如果你是无名小站的用户，你会看到这个重要公告。雅虎奇摩无名小站自即日起进入全站围堵模式，请开始备份、下载并搬家。如果你是这两个部落格的阁主，我相信您在这段时间一定非常的忙碌。当初好几年来的耕耘，甚至您是无名的美女，在无名小站陪伴下长大的，现在面临这一个危机。网站必须搬家，一定感到非常的无奈，因为你经营了那么久的网站，结果你的网址变了，你被搜寻的网址改了，以后网友要找得到你，非常的困难，你必须重新开始。如果下一个网站又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很心疼？你会不会很难过？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架设网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如果你学会 WordPress 的架站系统，你可以自己架设网站，你可以不用担心你的网站将来又面临被关站的命运。现在起，你只要花1天的时间，你就可以学会自己架站，自己把网站的网址申请好，然后把免费的虚拟主机申请好。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 WordPress 的架站方式，自行去新增文章，自己来安装外挂软体，没有任何功能上的限制，也没有人有权利关你的站，因为你只付了一点点费用，你就可以保留你自己所有的权利。这套 WordPress 系统啊，它有两种版本哦，一种是 WordPress 的 org，这个版本呢，它可以自行下载这个安装元件。这是一个 PHP 的软体，然后自己安装在虚拟主机，你可以有100%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你可以安装外挂软体，像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去安装外挂软体，然后自己到这边来更改你的不景主题，然后你可以安装不景主题，你甚至可以去购买不景主题，然后安装非常复杂的不景。然后可以随时变更你的布景主题。WordPress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WordPress.com。在 WordPress.com 里面，你可以马上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然后去注册成为 WordPress.com 的会员，你就可以轻松的使用 WordPress.com。With millions of bloggers in the WordPress.com community, you're never short of something to read, share, love, or chime in on. Whatever you're interested in, blogger. 好，WordPress.com 申请是不用钱的，也是免费的。那它获得的网址呢，就是你自己的名称，好，自己的名称点 WordPress.com。那它最大的限制呢，就是它里面的功能没有办法让你去自行安装外挂软体，所以它限制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就是 WordPress.org，你自行下载、自行安装，你就可以有100%的控制权，你可以无限延伸你的外挂。WordPress 现在是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软体，架站软体，然后它的外挂呢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个外挂软体，所以我们经常使用的外挂软体可能有购物车、论坛、会员管理系统等等。那这些功能都必须在 WordPress.org 这一个官方网站去下载、安装，你才可以去安装这些外挂。在这个 WordPress.com 是不行的，好，做不到这些功能。这个 WordPress.com 它只是让你去注册一个免费的部落格，好，单纯使用部落格的功能来发表文章。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教的就是 WordPress.org 里面的所有功能。这一节课程呢是初阶课程，我们会从最左边的功能列从上到下完整的介绍一次，让你充分的了解 WordPress 的一个完整的安装过程，还有使用的界面，还有它的布景的操作等等。我们在接下来课程呢，都会为您详细的介绍。